万圣节前夜还有很多别的标志，其中一些也是很早和这个节日产生了联系，比如蜘蛛。蜘蛛之所以会成为万圣节的标志，有人认为是由于女巫的关系，因为女巫在炼药的时候经常会选用蜘蛛作为材料。女巫既然是万圣节前夜的标志，那么蜘蛛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带了进来。人们在万圣节前夜使用的标志性形象很多，因为符合神秘和黑暗特点的东西很多，比如蝙蝠、黑猫、猫头鹰、鬼魂，还有死神。你可以任选一种进行装扮。人类自身的黑暗特性在漫长的历史中被抑制住了，被掩盖了，装扮成神秘阴郁的模样，就是因为这种黑暗的集体无意识在起作用。